蜜蜂出现了。小心，小心。可以了，克里尼现在安全了。真是太感谢了。小军，出什么事了？又有人报警，请我们去摘除蜂窝。这次是辛迪家。知道了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海莉，我们去辛迪家。知道了。再见了，伙伴们。你们看，哇，看起来真好吃啊！这是新出的双层巧克力甜甜圈，我可是一大早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的。有只蜜蜂！一只小蜜蜂而已，干嘛大惊小怪的？贝特，后面！后面。到底什么时候有了那么大的蜂窝呀？我的甜甜圈，他们只卖今天一天啊！就让我去营救甜甜圈吧，乔尼。双层巧克力甜甜圈！乔尼，你没事吧？我抢回来一个甜甜圈！不要！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！集中注意力，再下来一点点。你倒是快点啊！你让开，我来试试吧。勾住了，快点拉呀！快关上门！我的甜甜圈，这下彻底完蛋了。伙伴们，快来帮我！纸箱人出动！营救甜甜圈之战开始了！比特，加油！前方发现甜甜圈，正在突破敌人的包围，全力靠近甜甜圈！营救倒计时：3秒、2秒。1秒，耶，成功了！太好了，他拿到了！现在原路返回。走开！快点给我走开啊！赶快跑啊！什么声音？孩子们被一群蜜蜂追赶。乔尼，孩子们，停！你们还好吧？没被蜜蜂蛰到吧？我们没事。那我们就把蜂窝带走了。谢谢了，孩子们，我来告诉你们遇到蜜蜂时该怎么做，听好哦。遇到蜜蜂的时候，不要试图想着把它赶走，而是要安静地躲远一点。发现蜂窝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去碰它，要拨打119，请专业人员来安全摘除。如果被蜜蜂追逐的话，要抱住头部趴在地上，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如果被蜜蜂蛰伤，不要用手挠，赶快去就近的医院接受治疗。你们都记住了没有？安巴，都记住了。那这下我们就来尝尝甜甜圈吧。肯定很好吃。
有蜜蜂啊！不要啊，我的甜甜圈！危险的小象。是吗？这是给罗拉奶奶的一份惊喜，今天是她的生日哦。奶奶一定会喜欢的。可是我也想要啊。稍等一会儿，妈妈再做一个。太好了，好想吃掉它。我更想吃奶奶做的巧克力饼干，真的好想吃啊。我也想吃。还不说要晚点到，说好帮我送派的，凉了可怎么办啊？妈妈，让我去吧。凯文，你去。嘿嘿，奶奶家不太远，让我送去吧。那也好，等你回来，新的派就做好了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奶奶家很远的。你刚才还说奶奶家不远呢。我这……苏西也去吧，替我祝奶奶生日快乐。妈妈，苏西不能去。你好好带妹妹，不会有事的，凯文，去吧。不要嘛，要听哥哥的话哦。记得要沿着大路走，凯文。好。苏西，快一点儿，走这么慢，派都凉了。等等我。哥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从这条路走去奶奶家比较近。妈妈不是说让我们走大路吗？没事的，这条路我熟得很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搞定了。你真行，安巴。哦，不走了，凯文妈妈还在家等着我呢。慢走，开普，别开太快喽。这条路不好，车都离我们好近啊。这个小路就是这样的嘛，别少见多怪了。嘿，我说你退一下，是我先过来的。你说什么？要退也是你退，长眼没有啊？你到底让不让来的？别怕，苏西，奶奶家就快到了，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。你到底让不让？不让。来不及了，我就抄个近道吧。哥哥，我帮你拿吧。哥哥还行的。出什么事了？波利，我没事吧，苏西？我们给奶奶的派没了。只要你们平安无事，没有派也没关系，奶奶也会开心的。凯普，你怎么在小巷里面还开得这么快呀？你忘了吗？在小巷里要格外注意行人。对不起，波利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。凯文、苏西，我来给你们讲一讲，在这种没有人行道的小路上，怎样走路才是安全的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，不要走在马路中央，尽量靠边走，因为身后随时会有车开过来，而你却看不到，那样很不安全。第二，有车经过时先停下来，等车开过去后再继续走。小巷里有很多东西会影响司机的视线，所以容易出事故。最后，两个人同行时要一前一后走，千万不能并排走。最好别用靠近车道一侧的手提东西，因为路太窄，车稍不留意就会碰到东西，也会伤到人。注意以上几点的话，走在路窄车多的小巷里也不会很危险的。谢谢你，波利。罗拉奶奶的派被我弄坏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是的。没关系，妈妈在家里还做了一个派。对呀。奶奶来啦！小乖乖们来了。奶奶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这个是妈妈给您做的派。
来来来，奶奶有东西给你呢。哇，巧克力饼干！我最爱吃奶奶做的巧克力饼干了，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饼干，是全宇宙最好吃的饼干。好好，你多吃点儿。燃气火灾，千万别忘记关燃气哦。妈妈，您在做什么？咦，草莓啊！今天我们来做草莓酱，一会儿配面包吃。哇，好呀好呀！有草莓吃？不可以，这些要留着做草莓酱的。这么多呢，吃一个怎么了？好了，别吵了，乖乖等着妈妈做草莓酱给你们吃。好的。草莓酱，草莓酱。妈妈，我饿了。马上就好了，再熬一小会儿就可以了。我先来尝尝看。不行，吓我一跳。做好了要配面包吃的，不可以提前偷吃。露西，去客厅把面包拿来好吗？知道了。出什么事了，露西？巴蒂他。罗西，面包再买就好了，别哭了。罗西，面包给妈妈拿着吧。我不要，这次我绝对不会让巴迪偷吃的。恐怕巴迪已经把草莓酱吃光光了吧？那可不行，妈妈，我们快回家吧，快点！别担心，罗西，草莓酱在灶台上，巴迪是吃不到的。孩子们，妈妈出门前好像忘了关火。没关火的话会怎么样呢？锅里的草莓酱会糊掉，搞不好还会起火。草莓酱会糊掉吗？草莓酱糊掉是小事，搞不好会把房子烧掉。不可以！请让一下！请让一下！请小心脚下！妈妈，快点啊！知道了。我说你在干啥？对不起了，再加把劲儿吧。妈妈，快跟上，快！孩子们，我们走那边。不好了，这里也被堵死了。妈妈，要是家里着火了，巴迪可怎么办啊？巴迪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找你发火的。绝对不可以发生！妈妈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孩子们，现在可以通过了。妈妈好厉害呀！小心啊，露西！露西！马上就到了，大家再加把劲儿吧。比特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巴迪自己在家里呢，我忘记关掉灶台的火了。您说什么？巴迪！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巴迪！幸好叔叔把火给关掉了，否则差点就出大事了。对不起，罗伊，都怪我一时忘记了。使用燃气灶时，请注意以下几点：在使用燃气灶时，千万不可以离开炉灶，因为锅具过热会引发火灾。如果食物溢出，还会导致燃气泄漏事故。在使用燃气灶前，请确认是否有燃气漏出的异味。如果在燃气泄漏的情况下点火，会发生爆炸，所以一定要在使用前确认。
点火后一定要确认一下是否点着了。如果没有点着而旋钮是开着的，也会造成燃气泄漏。最后用完燃气后一定要记得关掉总阀门。如果担心自己会忘记，安装燃气定时器可以起到帮助作用。明白了，谢谢你罗伊。妈妈，我们一起吃草莓酱吧。好的。草莓酱去哪儿了？我放在餐桌上了。巴迪，露西迷路了。爸爸，快点啊，快点！露西，牵着爸爸的手一起走吧。来不及了，演出快要开始了。露西，走慢点啊，等等我。哇，白雪公主舞台剧的人气真的是好高啊。海莉，今天看剧的人很多，为了保障这里的安全，我们巡查一下剧场周边吧。没问题，安巴。白雪公主殿下，您要不要尝一尝这个新鲜的苹果呢？哎呀，看起来很好吃呢。别吃，这是一个毒苹果。爸爸，白雪公主殿下可怎么办？别担心，露西，不会有事的。哦，白雪公主，你快醒醒啊。哥哥，公主殿下活过来了。是吗？我们是该回家了吗？再见了，路上小心。大家再见了。爸爸，简直是太太好看了。那下次带上妈妈一起来看。好啊。爸爸，洗手间在哪儿啊？我快要憋不住了。洗手间吗？在那边，一起去吧。那是白雪公主啊，公主姐姐。憋不住了。露西，你不想去洗手间吗？露西，露西，你在哪儿？明天就没有夜场了。谢天谢地啊，白雪公主殿下。公主姐姐，公主姐姐，公主姐姐去哪里了呢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是不是跑太远了？我看到了，是在那边。那我就走吧。露西，露西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出大事了，找不到露西了。什么？找不到露西了？这都怪我没有看好她。您不用担心，我们帮您一起找。我们先在附近找找看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我的名字叫白雪公主，像雪一样白的白雪公主。肚子好饿。有了。真好吃。小猫咪你好，你要不要吃糖果？小猫咪，你等等我啊。露西，你在哪儿啊？露西。是露西。露西，我的名字不叫露西。对不起了，露西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？小猫咪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那些气球也不见了，我应该往哪里走呢？小朋友，小心一点。真是对不起了。走路时要注意看路啊，小朋友，东西都撞掉了。真是对不起。爸爸，你在哪里？爸爸。露西，露西，露西。爸爸，我在这里呢。不好了。露西，露西，没事吧？爸爸，刚才太危险了，露西，知道爸爸有多担心你吗？对不起了，爸爸。你没什么事就好。像今天这样迷路时该怎么办呢？我来告诉大家。
在人多的地方很容易跟父母走散，一定要小心。走路时要牵着父母的手，如果迷路了，千万不要到处乱跑，站在原地别动，等待父母来找自己，这样比较好。如果附近有警察局或者消防局，可以进去请求帮助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要记住自己的名字、父母的联系方式，还有家庭住址，知道了吗，露西？是，知道了，安巴。白雪公主在那儿。白雪公主姐姐，爸爸，我们一起去看白雪公主吧。好啊，一起去吧。公主姐姐。球滚到车道上了。嘿嘿嘿，哦，哒哒哒哒！哇，酷炫飞啊，从哪儿弄来的？嘿嘿，为了买它，我不知道求了妈妈多少次呢。哇，让我试试。哦，不错嘛，新的就是新的。嘿，你干嘛？新球都让你给弄脏了。切，这球买来就是用来踢的嘛。说的倒也是。好吧，嘿嘿，让你来抢啊！哎，那还不容易？嘿，嘿，多奇，去公园吧。好。哎呀，你把球撞到哪儿去了？哦，在那儿。吓死我了！我的球！刚才吓我一跳，你怎么能在车道附近踢球呢？多危险！开门！我的球！是这样啊，凯文很伤心吧？是啊，球坏了是可惜，不过幸好没出大事。那球是凯文的宝贝，他可难过了。你说怎么办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哦，你说说。我觉得，好了，补好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行了，谁让你那么不小心？这回要记住，不要在车道边玩球哦。哦，我们知道了。球给我。不行，多奇，小心球又滚到车道上去了。好的，听你的。这么拿着球走真没意思。给我，我来拿吧。不要，还是我来吧。给我吧。我自己来。站住！别跑！坏了！不知凯文和多奇他们回家了没有？不行，危险！凯文，你没事吧？谢谢你，波利。凯文，多奇，早上就是因为这个球差点出事吧？我知道，这次我们本来想好好拿着它的。凯文，球没了可以再买，生命可只有一次啊。以后踢球的时候，你们得注意这几点。第一，不要在有汽车经过的地方踢球，要在公园等安全的地方踢。踢球的时候，注意不到周围有没有车，在车道附近玩很危险。第二，如果球滚到了车道上，千万别跑到车道上去捡球，要等球滚到马路对面再去捡，或者请周围的大人帮忙捡。
知道了，波利。还有一件事，哒哒，这是什么，波利？这是球袋，带球出门的时候要把球装在这样的袋子里面，就不用担心球会掉了，也用不着冒险去车道捡球了。如果没有球袋，也可以用大点的塑料袋来装球。给你，凯文，送给你了。真的？哇，里面还有新球呢。哇，新球哦。谢谢你，波利。别谢我，这是邓普给你的。邓普？他说早上弄坏了你的球，真的很抱歉。谢谢邓普。我踢了，接球。好嘞。嘿嘿嘿。我来啦！不能用水灭的火。查尔斯，我都做完了，你呢？哦，我也快忙完了。哇！嘿，打扫完毕。你们在干嘛？还不是都怪你？是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都打扫完了，你们快进来吧。呀哈！等我一下，刷完这一点就好了。哎，可以了。嘿，你看，超级飞龙拳头一共七寸，这可是我的头号宝贝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？你看，我带来了最新款的掌上游戏机，让你尝尝我的超级飞龙的厉害。我，哇，这是什么啊，查尔斯？这个是油灯，这个看起来好古老啊。哦，这是我爷爷很久以前用过的。那这个呢？那是望远镜。哇，哇，查尔斯。这个是什么？那是我的一号宝贝，业余无线电。业余？就是指我把无线电当成一种兴趣爱好，有了这个可以跟住在地球另一边的朋友们联系，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收到外星人的信号呢。外星人？我们试试吧。呼叫外星人，呼叫外星人，完毕。什么外星人？这里是救援指挥中心，完毕。你们听，是救援指挥中心。这是查尔斯的声音吧？是的，我是查尔斯。我们在比特家建了一个秘密基地。哇，好棒！谢谢夸奖，欢迎大家来玩哦。知道啦。既然受到邀请，是不是应该抽空过去看看？是啊。呼叫外星人，呼叫外星人，呼叫外星人。怎么搞的？怎么收不到讯号？外星人的信号，是我的肚子发出的声音，比特。我也饿了。是吗？那就拿出我们的应急储备吧。应急储备？我放在这里的零食都哪儿去了？比特，不要发出怪声好吗？什么怪声？难道是外星人吗？这里没什么声音啊。不要啊！别过来，快走开！起火了！我的漫画书！孩子们，该吃饭了。比特，你们，起火了！起火了！着冒烟了，糟糕！孩子们，出什么事了？火蚁。油灯起火了，我们浇水灭火，没想到火势反而更大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大家先让开。
幸好你们都平安无事。孩子们，如果再遇到像这种油类着火的情况，千万不要浇水灭火。为什么？油类引发的火灾用水是无法扑灭的，如果用水去扑救，反而会让火势变大，从而造成更加危险的状况。像这种火灾，请使用灭火器灭火，或者是撒上沙子来扑灭火势。油类引发的火灾比较常见的是做菜时油锅起火，或者是烧油的取暖设备起火。原来这样，看来我得小心才是。谢谢你，罗伊。谢谢你，罗伊，我们也会小心的。好不容易才建好的秘密基地，我的游戏机也被烧了，还有我的业余无线电。什么声音？难道是？肯定是外星人。终于收到外星人的信号了！呀！危险的自行车比赛。到了，做得好啊，车车。怎么样，强尼，我赢了哦。我今天状态不好，是故意让着你的，明天再比比看。什么？现在是谁让着谁呢？你以为明天你就能赢吗？哼，明天你就等着瞧吧。强尼这家伙怎么还不来啊？没到。那是什么？你居然买了自行车，你耍赖？谁耍赖了？你该不会是害怕了，怕输给我吧？谁说我会输的？这次你要是再输了，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。好，今天就好好比试比试。很好，那就比比看谁先到市政厅广场前。好啊，一、二、三。怎么样啊？那我先走了。你慢慢来吧，小蜗牛。强尼这个家伙，我才不会输给你呢。吓我一跳，小心点。对不起了。你在干嘛呢？叔叔您好啊。是强尼。叔叔，那就再见了。小心点。走这边倒是能抄近路，怎么办呢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那不是比特吗？那样做很容易出事的。比特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呢？怎么能赢得过自行车呢？我先走一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请让一下。吓我一跳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快让开！让开！你们两个家伙！借过一下。我也要过。那多危险啊！成吗？你们两个，给我站住，别偷！你这家伙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又是我赢了！前面有人！危险！
刚才差点出大事了，骑车不带护具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比特、强尼，在骑行自行车和滑板车这种带轮子的设备时，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。如果不带护具就骑自行车或者滑板车，很容易会受伤，所以骑之前一定要带好护具保护自己。在工地、机动车道、人多的地方骑车很危险，一定要在专用车道或广场、公园等安全的地方骑行。骑车时炫车技或你追我赶很危险，一定要慢慢骑，注意安全。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波利。你们两个家伙、都怪你们两个把工地搞得乱七八糟。我们快跑、给我站住，给我过来、对不起了、我们再也不会那样做了。制作社区交通安全地图。今天的作业是制作我们社区的交通安全地图，大家知道吧？安全地图太难了。就是，我们怎么会做地图哦？一点儿都不难，就是从家到学校要过几条马路，路上有没有红绿灯，这些路安全还是不安全，把这些标在地图上就可以了。这还不难？这是。如果做得好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五朵小红花，五朵呢。哇，真的吗？所以我们要加油哦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那我们都先回家，一会儿在学校见面。好，多奇，比比谁先回到学校，比就比。慢点儿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我肯定先到，多奇没戏。这条路有红绿灯，人行道距离比较短，是安全的。好香啊！这条路上有家面包店，是非常安全的。怎么还不变灯啊？这里，预备起！就是这里，所以这样不行。差一点出事儿。这里比较容易出事故，所以有点危险。过马路的时候得举起手，还要看看车有没有停稳。公园里还在施工呢。说好明天要踢球的，这里施工去哪儿踢呢？多奇，没事吧？你怎么站在我的后面呢？那是汽车的死角区域，很危险。死角区？无论是什么车，都有驾驶员看不到的地方，这叫死角区，也叫视线盲区。车越大，死角区就越大。小朋友个子比较小，站在死角区，驾驶员会看不到。要是球滚到车底下该怎么办？那就请驾驶员或者周围的大人帮忙。一个人试着去拿球的话，万一车开动了，会很危险。就是这里，邓普，公园什么时候能修好？彼得说，可能还要再修5天左右。这样啊，还要5天。谢谢你，邓普。路上小心，多奇。你这家伙，给我退后！你说什么？我先过去，我先来的。让我先过去，我什么事儿啊？你给我让开！想起来了，哥哥，你要去哪？从这条路走，去奶奶家比较近。这条路不好，车都离我们好近啊。我说你退一下，是我先过来的。你说什么？要退也是你退，你长眼没有？是我先过来的，你让开，让开。
这条路真的不安全，就算多走些，也要找条安全的。这个人行横道没有红绿灯，得格外小心。修好了，找到了，我第一。就差一点儿。孩子们，什么事啊？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好，波利，我们还有作业，所以回来了。作业？哪条路是安全的，哪条路是不安全的，一目了然，真不错。你们做的地图很有用，再多几张这样的地图，我指挥交通都省事了。谢谢波利。可是多奇，你为什么觉得这条路是安全的呢？因为那里卖好吃的面包。什么面包？我最喜欢的就是面包了。就知道吃。这条路对你来说应该是最最危险的吧？为什么？你只想着面包，哪还有心思看车呀？有道理。小朋友，你们也试着和家人一起制作一张常用的交通安全地图吧。安全使用家用电器。小娟，小娟，哦，开着风扇，人跑到哪儿去了？啊，好热。哦，罗伊。小娟，电风扇长时间的开着，会因为过热，从而引发火灾的。拜托，怎么会？再说我也没有开很久啊。啊，好烫！小娟，你没事吧？从现在开始，当你离开时，一定要记得关掉。知道了啦，罗伊。接招吧！机会来了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水弹！你这样可是犯规啊！我乐意。哪有什么犯规不犯规啊？我头！波斯奇，你好，兄弟，等了很久了吧？哇，终于收到了！我就知道这本书你等了很久，一到货我马上就给你送过来了，祝你读得开心哦。谢谢你，波斯提。你在干嘛呢？有本事来打我。比特，你耍赖皮。真受不了你们。比特，比特，都怪你，我的书都被你弄湿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来帮你把书给晾干吧，兄弟。你说真的？别担心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弄得像新的一样。拿来吧，一定要帮我弄好啊。乔尼，你打算怎么把它弄干呢？这个嘛，放洗衣机里去吧。什么洗衣机？瞧你，你可真是个天才，那就赶快试试吧。停下来！好像不行啊，放进吐司机里试试吧，吐司机是热的，应该会干得快。这个办法不错，比特，你真是好聪明啊！这点小事难不倒我。好香啊！看到吐司机，好想吃面包啊！比特，火！火！水！水！这可怎么办？今天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生气的。有了！用暖风吹一吹，应该很快就会干了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强尼，报告了，报告了，还差一点就好了。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没事。看起来好好吃啊！不许吃！比特，那是我的冰淇淋。
快给我吃一口吧。给我。伙伴们，起火了！强尼家怎么起火了？孩子们，那边危险，站在这里不要动。你们都没有受伤吧？我们没事，太谢谢你了，罗伊。孩子们，千万不可以开着家用电器，人就走开哦。家用电器如果过热，可能会引发火灾。外出或者暂时离开时，一定要关掉电源。取暖设备的周围温度较高，不小心也会引起火灾，所以周围请不要摆放一些易燃物品。使用电器时，请按照使用说明来使用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你们两个，我的书怎么样了？该不会是在火里被烧掉了吧？别担心，辛迪，我把它从火里救出来了。真的吗？不要吓到哦，佳佳。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这个嘛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你们真是太过分了！对不起，辛迪。对不起，辛迪。